本期节目到了中间，凡人相声大会到了中间，必要有好的高潮出现。高潮，高潮，高潮，乐啥呢？四周。这个下一节目呢，这个节目先报一下，叫《怪奇病》，谁演呢？是我们最有名的那个小巨人，大家都喜欢的，张硕也不含糊，那个长得这回就好玩了。张硕跟丁志鹏呢，他们好几年了，可能是黄金搭档。我们这行土豆关系跟你想象的不一样，也是朋友关系，很亲密的，非常亲密的。这一对黄金搭档呢，今天拿这怪奇病呢，我是头回听说，哎，没吃过，希望坐上花篮，叫他们卖力去，站长。哦不用调，我拿哪儿说呢？行好，晚上我们演出来了，是一到我们这儿就高潮，你看，没痛快，主要有黑人啊，没有，要不然一到我们这儿就高潮啊，上来半夜时到我们这儿就高潮，你跟他较什么劲？我不舒服呀，要不然我操，安的妈呀！看他这个头，您恨呐！嘿，娘，你怎么上那儿去了？啊，好，咱们看我啊，费脖子呢，该我演出了啊，是，又能跟您合作了。很高兴，改不了了。上台呢，应当做个介绍。对，隆重的介绍一下您。臭的，你嚷什么？你嚷？哎，你讨厌，这是刚才那忍者神龟啊！啊，看我啊！你这看习惯了。嗯，是这怎么意思？这是。好，好，你别动了啊！没事，见你就鞠躬。啊，是啊，错，你也忒客气了。好。哎，行了，您真的跟您说上台应当做个介绍啊。对呀、啊，介绍一下您，不容易还能想起来。哎，张硕老师，哎，您老师，什么毛病都是？长得漂亮啊，俊。花篮是怎么是蹲上来的？再拍还有啊，是啊，好，哎，咱们打着点儿，别你撂去，别你哎，你撂，要不然我拍不着了。能跟您一块演出啊？你们跑什么去了？您好好说，我得介绍您呢。对呀、啊，相声说的不错，您跑了，啊。对对，就是捧了，对。说，喜欢听您是吗？相声说的不错哦，但是来说呀，怎么着？有没有管钳子之类的？哎，这就给你预备。嗯、我看孙子你在动啊。哦，接着说，您是这么来的？是。接着说您什么毛病呢？我都不怕掉色，你胡说什么？掉色要了命了、哎，确实长得比较黑啊啊，肤色有特点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二班唯一位非洲籍的演员，能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啊，换上大褂跟我们一块说相声，怎么着？这种什么精神？什么精神？吃饱了撑的。踏实跟国外待有什么不好的，对吧？没国外什么事儿，就是中国人喜欢跟您合作，是吗？哎，喜欢跟您合作，特别喜欢您啊！但是据我听说，怎么着？您加了网上，嗯，没防备吧？该。您还想让我怎么防备呢？您哎，完了，就加了网上啊，世家。世家家了都干这个的哦，哎，从他父亲，别拍啊！啊，好，那不提你父亲，他爷爷，哎，尝尝，越来越辈儿大是吧？祖爷爷，网上人都干这个的哦，但是我们家不是，您怎么着？哎，我们家不是，哎，我们家不是啊，我们家网上没干您这个行当的，那干什么呢？那当然，我们一家网上正经人。
不像正常人啊。我们一些正经人，我们行医啊。您干什么的？行医啊。还行医的？你瞧，嘿，怎么还黑了啊？遗传啊。乱七八糟的啊！我们家行医啊。哦，哎，我们见天我们给人看病了，是吗？那当然了啊！我，您怎么着？往上好几辈给人看病，哎，我们家压药您，炸药刀。哎呦，您够得着吗？啊？你管着吗？这就别结巴了。说话怎么不招人爱听？你看这日子坑着什么呀？你叫啥？叫了。我叫了，接着叫。大能那种，接着叫。连乐乐乐，连续剧的是吧？大能乐。哎呀，疼了，好好说。我就是特想看一回你笑场。来笑。昨天这还没少看是吗？是啊，好嘴啊。接着说，我们家行医啊，哎，过去老百姓啊不看西医啊，是看中医，哎，没错，中医先生啊，嗯，哎，我们这管这个中医叫先生，是我们家皇上有先生，那没太太啊，这没太太像话吗？要有先生，先生啊，郎中啊，啊，而且过去这个郎中要有这个技术含量。很有含量，哎，现在这个大家都上大医院看病去，嗯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哎，那个大夫往那个办公室里一坐啊，撇着大嘴巴，大嘴往里一坐，哎，你过来看病，他给你各种项的检查，检查之后他说什么你也听不懂，写什么你也看不懂，啊，反正就听懂一次交钱去啊，这不是一个字，啊，仨字啊，是啊，交钱去啊，那么去啊，那他跟你说的特明白啊，说特明白，你得什么病了不知道，你得什么病了不知道，可能您看您这癌症，您看看，哎，不知道，现在您这交钱统一的。过去不是，过去怎么着？过去真正的有钱人不上医馆看病去，那怎么看病？把先生请家里来，上家里看病来。哦，请家里来。哎，这是有钱人干的事儿啊。好比说地主，地主怎么着？哎，地主生病了啊，请先生过来看病来。是，这就是能显出他有钱，而且还能显出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这先生会不会挣钱？这能看得出来吗？嘿，你瞧，嘿。当然看出来了啊！你乐什么？你坑着什么？赶紧换大褂去！你跟着坑着什么？你那给我验去啊！是啊，我是。这是不让好好说了，我跟你说。好了，行了，他已经消失了啊！哎，你得看出这个大夫会不会赚钱来，是吗？好比说啊，您说现在有一地主啊，得病了哦，重病。什么病啊？脚气，这还重病呢。左脚的脚气，哎呦不行了啊！哎呦不行，给自己训的呀！哎呀，您洗洗好不好？冒绿气，哎呦，屋里看着好没有防护面具，戴不进去人了。哎呀，哎呦，这屋里不能见明火，现在爆炸，要不然该找气了是吗？就哎，说脚气病入膏肓啊，要死。得一脚气就要死，哎，这得脚气完怎么办啊？请先生去吧。是，先生来了，把药箱往这一搁。哦，哪位得病啊？对，这位您看看，这位一看，哎呀，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呀。没错，我先看看去。我这啊，乐什么呢？你还闻了是吗？训死容易，我这看看这个，得搭的脉呀。啊，一搭脉怎么样？搭出来了，什么毛病？绝脉。绝脉，绝脉，各位是啊，没两天蹦个头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就要崴呀，要崴呀，啊，要歪崴，哎，什么呀？要死哦，不能这么跟人说。那怎么着？您这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着了凉了啊！我给您开副药下去，您吃了我这副药准见缓。往轻了说，这边写药单子，拿着药单子出来跟他家人说，准备后事。没两天蹦个头了哦，我这药单子上也没开别的。开什么呀？开了二斤梨，你看，宰梨的是不是？他在其次，主要你们都吃。别上火，这都免费。宽慰吗？啊，宽慰。没这么宽慰的。之后，人家病人一听，人家心里高兴了，我这没什么事啊。是，拿赏金，这钱就赚下来了。哦，这就能赚钱。那真赶上不会挣钱，那完了。这不会挣的怎么样？也是。地主病了，这回又叫脚气，不行，换着脚得是吗？不行，训的都不行了啊，训的不行了，赶紧
请先生去，先生来，把药箱往这一搁。哦，哪位都行啊？这位您看看，过来一大脉，搭出来了，怎么着？绝脉啊！你再看这先生，哎呀，完了，是完了！您这好家伙，您再能活半个小时，您就创造生命奇迹。哎呀，您这完了，完了，您死再看这地主，这连半个小时都不到。过去了啊，这就是不会挣钱的哦，不会挣钱的。当然了，也是那会儿的这个医疗手段啊，医疗水平有限哦，有一些个病就是治不了哦，治不了。好比说肺炎，嗯，那会儿就治不了。哎，现在得肺炎小事儿，是跟感冒一样治，没错，反正也一千多块钱，哎，是吧？这钱倒忘不了，那是大夫交钱去，这也一千多块钱，也是对吧？啊，对吧？现在肺炎能治，肺炎怎么治？我哪知道啊？你问大夫去，你问我干嘛？您不行医的吗？我中医啊，我中医，我们那儿您就会治脚气是吧？不是，我们那儿治肺炎那个肺摘了，踏实实我们那儿釜底抽薪啊，釜底抽，你再也得不了肺炎了，来，红死的是吧？您倒不是那条死的。哎，咱们接着说，您好好说。现在医疗水平上来了啊，咱们说艾滋病怎么着？给您了解啊？啊，您像得过的艾滋病，别奔我这儿指啊。确实啊，估计现在也是不治之症哦，治不了。但是现在慢性疾病了，嗯，要不了人的命了。哎，这倒是，医疗水平上来了，没错。但而且现在都不说这个病啊，说这个内脏病，咱们不说哦。这胳膊掉了，腿掉了，怎么样？一样能治。胳膊掉了，腿掉了也能治，一样能治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你这找倒霉啊！你这找倒霉啊！那这么着，我拿您举个例子，那您说说。好比说啊，演出结束了，嗯，大家都得回家呀。对呀，我们演员也得回去啊。回去，我们这个后台演员呢，这个家里稍微趁点钱的呢，就是坐地铁回去、哦、啊。家里稍微穷点就坐公交车，这差不了多少钱。这差不了两千呢，好家伙，半个月工资，你说。四块是吗？得赶收拾好了时候，这被扣的，没错，说是被扣的，啊，我还给我扣开了呢，这事儿闹的，是不是你扣开了？哎，哎，我们这演员也得回家呀，啊，我们演员回家，家里穷的就坐公交车，哦，哎，家里趁点钱的就坐地铁，嗯，您不是，我怎么着？我这就能挣钱，是吧？没完了是吗？好台去啊！您我怎么着？不一样，我怎么不一样？家里有车啊、哦，有车，有车呀，是好车，没错，飞哥，哎，自行车啊！您家离这儿住得近吗？啊，这倒是。您家离这儿住得开封吗？哎，这还近啊！开封，河南啊！是啊，开着车回河南。您就说蹬着就成，哎，开着车回河南，上那吃点早饭，赶紧奔回赶，别耽误了下周的演出。就为吃点早点回去的是吗？吃碗烩面香啊！哎，对，烩面人知道，对，人知道。哎，咱们这边一散场，把车开出来，就是推出来的。这一打火。我哪儿打火呢？你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你不踹这容易摔着，你知道吗？还容易刮着人呢。是是是，快点，打！往上走，开着车走。哎，啊，就奔前走啊！开着这车，正开着呢。哦，不一抬头，怎么着？要您这字，您都看不见。你抬头啊，前头。怎么着？有一个小美女，小美女，小美女啊啊！长哎呦，没瞅正脸儿，是吗？光看这后背，哦，能迷倒千军万马。哎呦，我这是看见什么了？就那么俊哦，这么漂亮啊！我得上前头看看去啊！对呀、啊，我得得着呀！什么叫得着呀？我得看看她。正脸长什么样？是啊，这猛瞪，就一条腿动的，挡都画上，哪有挡啊？你怕看出来了一个，还刮着人家，看出来了一个，好家伙，这素铁链冒火光，要改哪吒是吧？呀，这素裤子你送的，你才裤子爷呢。
一回头，啊，嚯，这姑娘长得怎么样？这脸啊，啊，四个饼铛那么大，啊，饼铛成了精了。哎呀，一脸麻子，大麻套小麻，小麻套小麻，小麻里吭吭溜点点两根毛。我的天哪！啊，姑娘太寒碜了，快赶紧踩刹车呀！又是你家长，踩刹车。他怎么了？摔地上了，摔地人成大字形，躺马路上了。按理来说，你得赶紧起来吧。对呀，刚要起来，嗯，坏了，怎么了？马路上开来的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，大卡车拉着四万吨的货物，不超载吗？奔着您就过来了啊！这儿您这胳膊日，怎么了？碾过去了。那就是压过去了，我就说撵解气啊！啊，您怎么解气怎么来是吗？撵过去了啊，刚撵过去啊，哦，司机把车停下了，停下了。哎呀，是不是压着蒙下来了？反应过来了，回去看看去。啊，赶紧挂倒挡。啊，又压一回。他这么压了你啊？他不这么看。这哪看得见呀、啊？没压着。压着了吧？压着了，就为压我来着是吧？他跟这琢磨俩小时，俩小时，他琢磨明白了，怎么着？他没压着。这什么司机呀、啊？开着汽车扬长而去，我跑了。您这胳膊完了，改线了，改线儿，线儿都烂了。好家伙，地一滩黑。一天黑，哎，这倒分得出来。谁给我琢磨谁家墨斗鱼撒了？是墨斗鱼吗？边上这骨髓撒一地啊，骨髓撒了一地。当时老百姓过来拿吸管戳，没吃过羊蝎子是吧？您那是羊蝎子呀？您那是羊蝎子？哇，没有这样大补戳，吸干净了，吸干净，这怎么办？这儿刚吸得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赶紧，这得报警啊！是啊，这怎么办？这得赶紧让人来救他呀！啊，这救护车电话是多少来着？多少？多多，快点，咱们打119，快点来，快点119。来了，下两个火警同志啊！啊，你这怎么是哪儿着火了？是怎么着？没有，他让车压，他让车压，你叫我干嘛呀？嗯，不是，咱不能白来哦，接上水管呲他。哎改洗澡了是吗？呲出四米去，换个位置，这是收罪，这就回去了。哥怎么弄？赶紧，快点，咱们打西安电话，咱们打110。哦，快点打110，来了，下来吧。飞警同志拿着手枪，怎么是哪有抢劫是怎么？没有，他是车压了，他车压，叫我干嘛呀？对呀、啊，咱不都白来，赶紧上子弹，当当。这子弹不要钱是吧？收罪啊！又走一波。这到底什么？这救护车电话多少？赶紧打114查一下。不用查120，120快点，110，110，下来了啊！110来了，哦、下两个小护士，哦，长得太漂亮，是吗？一个张飞似的，一个李逵似的，碰见亲家了是吗？小护士长得太漂亮啊！没事，人呢？人呢？是他不是？走。哎扔进去的，扔车了，被医院走。到了医院之后啊，您得先登记，是得先登记姓什么叫什么性别年龄是不是党员带不带武功，您家中卖刀剪没有见面。写这么细是吧？写完之后啊，给你打破伤风针。哦，打针，打破伤风啊，没错。趴着趴着趴着啊，趴着趴着，嗯，往这一趴，这事儿闹，你说我这是接着你，你这人你说。没穿这么多条裤子，这天凉了，那也没那么捂的。哎，还踩一下呢，这脱了，它显示力了。这赶紧把针拿出来了啊！注满了药水，推得了药，往药打，他这哭了。哎呀，我怕打针，怕疼。没错，大夫你放心吧，啊，我给你打了40多年针了，嗯，啊，没有一回不疼的。说呀，行了，这打完破伤风了啊，得给您
截肢。哦，截肢，截肢啊！您这样都不行，都改线了。好家伙，骨髓都没有了。别提这骨髓。我问您，您就是您这儿坏了啊？就这儿啊？嗯，截肢。您打哪儿拉？怎么着也得从这儿拉。那哪行啊？你干掉了怎么办？那从哪儿拉？你这样，你打这儿来。哎，打。连脑袋都不要。月牙在呢。我又不下矿了，带着他干嘛？啪一亮，您琢磨琢磨，您这儿啊啊，这儿不行啊，不成，那打这儿来。哎，对，打这儿来，打这儿来。啊，过来主治医师，给摁住了。哦，摁住了。过来几个小护士，掐胳膊，摁大腿，摁脖腔了，往嘴塞臭袜子。搁老年间就死这儿了，怕你疼啊，怕你疼、啊。没有这样的。这主治医师过来，这袜子不臭啊？啊，拿我这个。好太好太，这长青苔了，他这个。这要调中医早死了，是吧？啊，塞，给他包，往里塞啊，塞完手找锯去。啊，找锯，找锯去，这儿冰箱打开。冰箱翻腾，这是五花肉，这是五花肉，这是黄瓜啊，黄花菜，这后厨啊，这医院呀、啊，这是木耳，这是咱木须肉啊，木须肉炒是吗？炒着了，一把小锯，紫薇薇蓝包包，韩国半刀，瑞彩千条，奔、哦、人家胳膊过来了，忍住了，别动，我伐木了，撅折了这啊啊！您要撅，您拉它干嘛呀？拉点口好撅。您这物理倒没白学。好，对，有小户扛着这胳膊啊，跟后倒磨屎。哦，一边走一边唱，是今天是个好日子。走、嗯，走，走，还是海军的护士啊？是啊，哎，到了这个，您这胆儿太大了。到了，让不让我说了呀？这是啊，说你了啊，太结巴了你。听多了，到了盗墓室的门口啊，拿你这胳膊敲门，叮叮叮叮叮叮，盗墓人出来干嘛你？干嘛？你猜这是什么姑娘？进来之后盗墓复制出来之后，跟那条胳膊同样长短，同样粗细，就连指纹都一个样。拿出来之后你上螺丝啊。找四处拿那罐漆给你找一找盐来。哦，罐漆嘎啦嘎啦嘎啦。平常我们都涂这个肉酸。哦，那我的乌鸦黑。涂鸦来了，这是。这一学名涂鸦呀。涂鸦。哎，你简单的。涂完鸦之后啊。你不来骂个人了。没有啊，涂鸦吗？你怎么说的？涂鸦的，就是说带着马街的啊！你忘了你啊？忘什么了？涂完鸦之后啊，歇了。打今儿起，您这就算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好了，出去野去吧。您叫野去？没问题。哎，打羽毛球，我羽毛球都能打。乒乓球，哦，写字儿，啊，写字儿也成。写字儿，哦，作案，没作案什么的，是铡刀，还得亲自下手是吧？没问题。你使铡刀，您这不耽误工作呀？哎，对，您这不耽误工作，弹钢琴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哎，会弹，弹钢琴没事，你按上之后就会了，按上之后就会了，哎，自动的是吧？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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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按上之后就会了。哎，这其实打劲儿，你这就算好了，哦，这就好了，这叫事儿吗？这还不叫事儿，这叫事儿吗？这不叫事儿。腿怎么着？一样啊，腿也能治，胳膊好了啊，出去您就野去了，老忘不了野，大家走。溜溜达达啊，走一小胡同里头了。哦，看那儿两窗户，俩窗户有一个突突的往外冒着水蒸气。嗯，里头有人说话啊，二姐，帮我擦擦后背行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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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这要唱是吗？哎呀，这耽误工夫啊！这别抹了，再抹就掉色了，知道吗？快点吧！还开始跟那推理，还推理？水蒸气啊，证明里头有热水。多新鲜！二姐，帮我擦擦后背行吗？不是有这话呀？这难道就是传说当中的女洗澡堂子？是啊，我今儿逮着了啊！这钱
抢我包某，别包某，我没瞅见过呀、啊。今儿我看看吧。哦，说实话，这是八香头。我们终归这是假的，是终归假的。多麻烦！看完之后，趴窗这么一看，哦。哎，你看吧，看见什么了？锅炉房，多费劲！你看这东西，拔错了，那窗才是呢。赶紧下来！哎呀，够忙叨的，吓得坏了。四个保安给你围这儿了。哦，瞒着你，干嘛呢？我看你洗澡堂呢。诚实，打他！就是四个保安就追你、哦，你跟前跑啊！一下就冲上了主路的逆行。哦，逆行，怎么那么寸？怎么样？压你胳膊那大解放把你迎面开了啊！躲！哎呀，他这报仇来了，撞一个满怀啊！约莫30分钟之后，您缓缓的睁开了双眼。哦，还带着文武场呢，那是吗？得看看身上有没有伤啊！啊，再看看。京剧没少学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怎么着？谁的巢穴？过去看看去。蹦过去的。这只巢穴很像我这只巢穴。扒开了，这袜子很像我这只袜子。哎呀，这袜子扒开了，真疼我了！哎呀！哎呦，好家伙，缺心眼儿吗？赶紧打电话啊！这时候赶紧给119打电话，119同志来了来了，赶紧110同志，到了，赶紧打，走，收队，都走了，人家走了，赶紧打救护车啊，打120，120来了，120一到。下两个小护士长得太好看了，吹落雁，闭月羞花啊！一个张飞是一个李逵似的。人大这俩吗？不知道，不是，走一二，咚，扔车上来，回医院走。到医院之后，您得先登记，姓什么叫什么，性别、年龄，是不是党员，带没带过红领巾，家门口有卖早点的，没借一下。就是饭店，写完之后啊，给您打破伤风针啊、哦，还打着，这回您长记性了，怎么着？您就穿了一条裤子啊，裤子往下一脱，一条还踩呀、啊？大夫拿起了一根签字笔，看看你的屁股啊，不行，这得改涂改液。签字笔看不见，您是没少看见。看那儿干嘛？我先到。您也就能看我那儿啊？是啊，还是看前头呢。你非狗的我说呀，你非、哎、谁狗的你？该拿涂改液画了一大圈，画一大圈，大圈当间一小圈啊，还一小圈，小圈里还一小圈啊，拿画小红点儿，小红点儿。哎，那就叫来三个大夫啊，咱们四个人医术大比武吧。干啊！约你有这么四五步远哦，飞镖，练飞镖来了是吧？玩一宿，没多准，这什么眼神啊？第二天早上起来12点啊，一位姓张大夫一兜手，啪，怎么样？正中红心哦。另外三个大夫给鼓掌，你说要不是张大夫，你走，咱喝酒去，回来。啊，这我这还趴着呢。对，给他拔。这浪费多少钱呀？呀，你瞧，往推药了啊？想着什么呢？咱们再玩一盘。转天中午12点，算这药给推上啊，这2天就过去了。推上之后呢，您得截肢啊。对呀、啊，琢磨您脚脖子这坏了啊，您截肢您打哪儿了？怎么着也得从膝盖这儿。那哪行啊？这怎么了？你感染怎么办？我感染？你脚脖坏，你打这儿来呀、啊？打我就剩一脑袋这回。哎，你就没有烦恼了？我就彻底死了。那怎么呢？打这儿来。哎，对，打这儿来。过来就给这。摁、好了，下胳膊摁大腿的，摸枪王对这臭袜子，弄得了之后，啊，老得背着这个找锯去。这回小锯可不行了，哦，换大锯，大锯一边站一护士，啊，别动，这还是伐木来的，咔，还是撅折了，大家伙好撅，哎，老王忙着去。小护士扛着那腿接茬唱，今天又是个好日子。哎，到了道模室的门口，拿着腿踹门，咚咚。
多大仇啊这是。老妹儿说干嘛呢？啊，你干嘛？你猜去去。俩人给你倒模复制出来之后，跟那条腿同样长短，同样粗细，连脚气都带着。哎，早晚死这上去。上螺丝，上完螺丝之后呢，给你拿那个乌鸦开的罐去找找盐水。哦，嘎啦嘎啦。鸭子拖一回，哎，你呀，拖完鸭之后啊，齐了，忘不了这个，好了，齐了，行了，您玩去吧，啊，打今儿起这就算好了，这就好了，没问题，跑步，哦，追犯人没问题，追犯人踢球，踢球都成，踢球没问题，而且这回不怕有人跟您犯嘴了，怎么了？只要谁要跟您两句话没说和，把您说疼了，把大话泄了抡，这算凶器是吗？大话泄了抡他，哎，连地铁都坐不了了，这边没听说你。地铁你自己趴你眼里头，你要不说谁知道，对吧？你要不自己趴你眼里是不是？对吧？行，齐了，但是您是坐飞机比较麻烦，怎么样？你得托运，哎，您得托运，他跟您不能一块走，跟您一块走啊？这行了，这好了啊？这叫事儿吗？这不叫事儿，这叫事儿吗？这还不叫事儿？脑袋。脑袋也能治，那一样啊，这还一样。哥跑了，腿好了啊，出去您又野去了，还野去，往马路边上一坐啊，把烟掏出来了。哦，好烟呐，什么呀？乌宝。哎，这还好烟呐，嘴里叼。哦，把火石拿出来了。这烟也就配这个，没打着啊，捡点木头。多费劲，三天之后这根烟算抽上了。这叫作死啊！这跟那种坐着呢啊，在琢磨哦，大街上怎么连个小美女都没有啊？这小美女都去哪儿了啊？说实话，街上过来一美女哦，长得太漂亮，什么样？张叔老人一看，当就直了，哎，等把眼神带出来了，当就直了。这姑娘好看的是过去搭个讪去，嗯，妞我别乐一个，就爷老辈人给你乐一个，哈哈哈哈，要唱似的，给这姑娘气坏了啊！一拢这四根头发，四根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出门没戴眼镜，哇！一扔拐棍追你，哇！俩就跑出去了啊！哎，你这跑的速度太快，逼逼鸟似的，哇！逼逼车，啊啊啊！咱卷儿春节了，不是？跟您说的嘛，我也是啊，跑了啊，到一个胡同里头啊，快把这老太太。给甩了，哦，甩了，你那歇会儿吧。啊，把链子往下一摘。你出门带链子是吗？家里人怕你跑出来。没有这样的，也赶紧歇会儿。你还没换线呢？你这热呀，你出不来。没有这么散热的，他正搁那歇着呢。啊，坏了，怎么了？身背后是一工地，工地。发生了一点小事故，什么事故？往下掉了点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可不是大件哦，不是大的，钢筋啊，或这个混凝土加水泥，这么一大坨子掉下来了，这还不是大件呢，直磕磕奔您可就来了啊！万幸没砸着，就整砸您脑袋上，这还万幸，你万幸没有砸到其他人吗？没真正的说话了，这葫芦你一个修复千万价什么不好？这句就按这儿了是吗？重伤，这脑当时他觉得黑了，连眼睛都黑了，这位怎么看不见了？啊啊！我月牙了，你就别找他了，都哭了，都哭月牙了。不是我从哪儿分外流眼泪呀、啊？啊，流都飘起来了，肺叶都飘起来了。哎呀，喝多了这是。啊，哪儿的？啊，急了你摸啊，这不是我脑袋。咚，取下去，我脑袋呢？哎呀，仿佛是进腔子里了。进去了。哥哥怎么弄啊？哥哥喊。咚咚。你脑子腔子里的。我妈呢？不是你这刚一喊救命啊！110119同志，两辆车唰一飘一就到了。哦，这边呲水，那边放枪，谁也不耽误人。当当，这边这警察同志还打这活动啊！哎，敢当当当 当, 当，收队！哎，别看就正死工夫，行了，人家走了。过一会儿之后，120也到了，哦，救护车也来了，是下两个小户长得太好看了，怎么着？跟西施似的，跟貂蝉似的。你看着，你看去吧。我拿什么看呀？
那是不是好家伙费半天劲给您算弄车了，弄车上之后奔这个医院走，到了医院之后您得先登记啊，姓什么叫什么姓名年龄是不是党员，带没带过红领巾，家门口没卖早点，没有职业驾，老兵早点交进，写完之后来来来趴着趴着给你打破伤风针，打针给说您长记性了，怎么样一条裤子都没穿，打完针之后打完针之后切了得给你截肢啊，截肢这回截肢这个光用锯就不行了，那怎么着，你脖你这脑袋腔子里呢赶紧找撬棍去，撬棍找撬棍去快点把这撬棍拿过来，把这脑袋走，你脑袋咚弹弹簧的出来，出来之后拿这个小锯啊，这个按住了，别动，拿铡刀不好吗？有什么急了，哎，小户拎着脑袋跟后倒磨石接着唱，今天又是一个好日子，我两歌都没唱完过，等到了倒磨石门口拿着脑袋摔门啊，大怎么这么大成了，这大给门上撒月牙，哎，我上那盖章去了，倒模人出来干嘛呢？行吧，你猜去。再说倒模复制出来之后，跟你的五官相貌一模一样，套丝数量都一样，是月牙还带着。拿出来之后，你上螺丝，喷上漆，打结起，宁可就算是好了，死了，还缺那什么？真受欢迎！一雪送丁志恒当做五枝花男，贴吧的图片，小编带深圳美女。送丁志恒十指花篮，小九九送丁志恒当做十指花篮，小婷小南 Happy 姐送什么名儿？送丁志恒当做三指花篮，宁宁甜甜这一位是女的，宁宁甜甜送丁志恒当做两指花篮，二姐二姐，二姐送丁志恒当做五指花篮，三指花篮，三指。啊，这话比理论捧逗还累啊！是啊，他就是怎么说呢？你们哎呀，修不修好不好？你说啊，我们在这正合适。嗯，不是后头就跟徐翔上了，他不管着人家，不死了你管着吗？不是你说说他拿哪儿说话？不语。东华了不是？这他才不好往上抬的。赶紧辞职了，这个到分厂的时候是应当说是实事，没错。说您，你就别往上看了。说您啊，张硕老师哦，刚才这都开玩笑，是哎，有点怪之病，确实这个不敢跟您说说相声，那是背着词儿，哎，对吧？没那么大道行，没错，是吧？您说您，而且您也不是世家，您说成成了成，您这扣翻过去了，看着没没事没事啊，是啊，自己来啊，您这干嘛呢？您这是、哎、说您。当然了，刚才开玩笑，人家不是世家啊、家里没干这个，对，这一后台家里没有，都是自个儿爱好，对，我们不用背这么一个台号、啊、是吧爱好啊，对吧，对，说您啊，我怎么着就嫌你牙白是怎么着啊，你在晃着我啊，我特别喜欢这种意外，我很好，我说不在这儿，我说什么？说您啊，我怎么着？家里以前呀，啊，不是干这个的，哎，这倒是。忘了，忘词儿了。没忘词儿，还等着人乐呢。这有等什么呢？是啊，哎，对，咱没到包袱，乐不了，对吧？说您，啊、您家里以前不是说相声的啊？这倒是，是干嘛的呢？干嘛的？养猪的。哎呀，嗯，跟这个行业差不多远。养猪的啊，平常对这个猪也是非常精心的照顾啊。这倒是，他平常也养，啊、哎，他也养。他们跟那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当然城里是不让养了，啊、跟东直门。啊，跟东直门养猪啊。这各位喜欢这个的，大家都知道，这猪到时候得配种啊。哎，对，有这个得配种，怎么办呢？牵到兽医那儿去，让兽医看啊。你看我这猪该配种了，
你不该费工，看吧。哦，手艺看了半天，坏了，您这猪啊，估计得人工费种了。瞅了一眼，瞅了一眼张硕，张硕犹豫了半天，站起来了，行道行，我回来咬我。